娘娘的离开的我身躯边，总是要到我天保护的所在，精髓那是太公的身躯边。虽然讲我有白风，在这个所在做一个小小的女兵，在咧煮饭呐。啊，若讲到我吼，天保护的所在，常常吼吼，别个人拢真疼惜我。那现在那个女红英，我是欺负你啦，实在吼不够怕的呢，只想要给我拍，不给我骂，实在足辛苦的，但搁无法度，为着赚钱，搁安那心酸。这嘛是要给吞落去，今仔日早刚爬起，准备来出回的所在，来扫扫的，溜溜的，哦，搁无人来黑白给我骂，准备来去。我也要做惊嘞。
我都叫吼，来搞搞起起来。要白吼，我绝对不知天保府的所在是好是歹，我嘛是一个富人的地位嘞。可是讲我今日嘞，若要甲这下骹手人压落地位，我会去用讲话，我会讲话，我不行啦。出来啦！你拍电话了？不要紧啦，那是不是什么代志？你哪都在拍白风啊？我跟你拍白风，不是讲我不是拢在甲拍嘞，我拢在甲扣动嘞。是安尼先讲，算来你是一个富人的身份，而且是下骹手人，这有什么代志，让你这么生气？好啊，你都唔知影嘞啦，下骹手人就是爱嫁啦，这个牛啊白风嘞。讲话做到龙冠造假啦！你刚才在白白头前，我讲话歹话，我无，我无，拜托，我你别生气话，夫人，夫人，咱失去什么？失去利益，又无什么关键物当我讲的歹话，就是你乱想的啦。你敢讲无？你明明讲多只嘞，爱跟我白白讲，跟我头前一样，白白讲我假当家。是啊，你在外面这么无辜，应该是袂忍心啊！你不是嘛？我在内面，我假无辜，我不就是无辜的呀？我就看到你的无辜，我就怒死，要跟他拼命啊！还是你呐？大哥，你就是安尼心啊？刚刚讲伊是夫人的新婚，你就是死嘞！啊，你袂破鬼呀？我委屈了，我创业了，不是的。啥物啊？我委屈了，我唔知甲你袂记得嘞吼。夫人，实在真歹势，我怎样讲？你看，你看，今仔物事你都拢问。夫人，我是看了面，但我是要笑。我看到你的面，我马上就要笑。好啦，你两个拢莫笑啊。但关心安尼是，代志已经解决好啊，拜托。算来下骹手人，一寡工课，你着去做做。你干哪来？我知影。今日哦，我若不是看到我六岁阿妹受伤，我阿迄个妹哦，可能气一点起来，太生气啦。啊，你讲查某人气一届是老三岁。哎呦，你今仔这么水啊！啊，想无老三十岁了。开荤，这么开荤啊？无啊，我无讲话，我今仔听到。啊，丈夫，你看你看，我娘，我变死吧！哇，我哥拢无感觉。莫猜啦，啊，你这夫人的身份，啊，你对着脚手人，若去用看到，有恐怖舆论，宝宝若知影，心肝就坏。对吼，你先甲问好，即个等下去斗，我的宝宝佫甲我骂啦，对啦，去找宝宝，也怪你衰啦，以后不准再龙冠龙冠造假哦。Oh,